你叫我付给关世雄5000万，你讲伊的嘴对吼，这笔钱摕起来。结果呢，伊即马钱开了，搁走来讨，无唔对。咱超人是有亏银行，也毋过内底信贷票毋是咱家己用的，我无兴趣，无必要继续搁提前去取这个，永远拢取袂饱的出来。伊只要敢公开一切，我甲家族是拄啊做梦清醒。 之前所有的代志，我完全拢唔知影。然后我也要求志良去验DNA报告一个出来，我系随意受害者身份。记者宣布我是无辜，向冤枉欺骗超过30年，原来志良是我的亲生后生，我就用用这个理由向法院申请甲你离婚。一人一家代，共骂随人猜，各人做一个，各人担。 从今以后，不准搁牵拖对我遮来。什么意思？是你要叫我家己一个人去面对？你无要插吧？哦，唔对，你捌听过一句话无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旱来的时阵各分飞。嗯，代志若是变讲，阮世宏伊是真是会甲咱当年讲好的协议拢公开哦。你敢真正有法度承受这个结果？ 你敢知影？我是安怎要接你条件，叫你律师一定要伫咧今仔日家遗书写好，摕给我签，请你看好清楚。我签这份遗书的日子，不是今仔日，是3年前。你想那边要走？因为我已经做好上好的准备，要去迎接上歹的结果。 上歹的结果，是明仔载，袁世宏伊去走去公司，公开恁两人当当年的代志，也阁有公开志良的身世，我已经做好上好的准备，所以我唔惊。你是做什么准备？就是这份遗书，老狱警，你叫我付给袁世宏5000万。 你讲伊的嘴对吼，这笔钱摕起来。结果呢？伊即马钱开了，搁走来讨，无唔对。咱超人是有亏银行，也毋过内底信贷票毋是咱家己用的，我无兴趣，无必要继续搁提前去取这个，永远拢取袂饱的出来。伊只要敢公开一切，我甲家族是拄啊做梦清醒。之前所有的代志，我完全拢唔知影。然后我也要求志良去验 DNA， 宣布我是无辜，欺骗超过30年，原来志良不是我的亲生后生，我就用用这个理由向法院申请甲你离婚。你是不是这么想？这么啊周到，严哥，这个案子是你家己讲的，你家己咧想的啦。你有嘴敢讲，我嘛敢讲有嘴。 到时阵，我已经甲咱三个人当年的协议拢讲好出来，讲你早就知影志良不是你的亲生后生。老狱警，即卖有这份遗书，你所讲的什么互相协调好的白贼话，全部拢会变作是你一个人讲的片面之词。因为有这份遗书，已经证明我3年前已经签好誓，万一我若是过身，所有属于我黄平村的一切，拢是由志良来继承。 是讲3年前，我都已经知影志良不是我的亲骨肉，我敢会安尼做？老玉英，以上我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有成立无？无猜那是阿拉伯，你唔男轻阿婆，甘心当这个地方的世雄，你搁利用这个威胁来咧对付我？你即嘛是怕什么？叫我一个人面对这个丑闻，你搁要跟我离婚？你到底有良心无？ 真歹势！伫我付出5000万以后，我认为我对你老玉英也够有关系哦，已经是有仁有义啊！恁两个人都想要继续搞到老火老弟，做恁去搞，我无兴趣，陪恁阁耍落去。即马即阵计是毋是要互伊爆发出去？决定权伫你的手内，我无意见。李晨。 别他。
中原标准时间，即嘛半暝啊十二点零三秒，今日宣布结束，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。喂，喂。校长到站。彦春啊，你的衫无换换，吃饱通去上班啊。卡姐，因为过加一阵啊，公司会真无闲啦，所以我就提早安排，趁这两天公司无啥物重要代志，先去病院。哦，要那安尼，唔就甲顶边同款，都要踮咧病院过暝咯。是啦，若是检查愈侪项，都要用愈侪时间，而且明仔透早的检查吼，一定爱空白，所以我去大医院较方便。是啦，阿妈。阿爸平常时这么操劳，趁这两天好好休困，嘛对啦。休困是基础啦，我感觉吼检查较体体较实在啦。啊，看来有啥物问题较早发现嘞，较袂亲像倒上安尼啊。啊，话走就走，啥物代志嘛袂好交代。你七早八早讲这种话，是要甲我拍七碎是无？啥物人知影你心内咧拍算啥？刷刷去。我无想要甲卡匠吃早顿的时阵，甲你起冤家。彦春啊，虽然玉英迄支嘴毋捌讲啥物好话，也毋过咱讲实在，我心内嘛定替你伫烦恼。即摆你健康检查报告拿出来，若有任何问题，你来赶紧做退休拍算。卡匠，我知影。志良。明仔哦，跟伯伯呢，公司有真多代志要处理，来上班啦。大兄，你也去甲阿妈讲哦。知啦。阿妈、爸、二妈，您继续吃，我先来上班。你是有交代予清楚无？前晚唔通有保存来放阮细红里面。放心，我拢安排好。就算讲这阮细红敢过来乱，伊嘛绝对无法度带你超人一下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妈，你先来我办公室坐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。无人来上班嘞，你哪着关门啦？这新皮创啥？妈，我甲你讲，张英林有偷偷摕爸爸微笑给我看。你看到你爸爸微笑啊？想袂到哦。爸爸伊真铁气，唔肯提早退休。虽然讲表面上伊甚至唔肯甲接班的人安排好，但过已经私底下偷偷将微笑写好。见到人想袂到的，是爸爸伫个微笑内面写甲清清楚楚。竟然要将所有的财产，还有超人的经营权，全部拢留给我。虽然讲爸爸表面上对我是比对志忠较强，但过伊的心内其实也是想。妈，你是安怎啦？钱可能咱听这是钱啦，但维修这种物件吼，随时拢会当改的啦。你心头莫了心听，来怀疑了清楚。总是阮爸爸有这个心，安尼你也要想起。哎，好啦，莫讲这啦。